熊，你红了。当我经纪人好不好？我想以经纪人的身份要求你一件事情。对不起。就是那个姓任，还有蓝原本是汪宇。你们上次说汪洋欧印是什么意思？他离婚了，被请你门户。林佑主要出道，跟你又是一对，想邀请你们上节目，可以制造话题，观众又会有兴趣。林佑主，你已经陪小 B 走这么久这么远了，你千万不要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背叛他。每周日晚间八点，东森戏剧台，爱情发生在三天后。